福音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为得之名要听到福音。我想到非洲，不过没有感动。不过我说非洲需要很大的，不过非洲很多宣教士。想到印度啊，印度食咖喱，咖喱好食噶，不如去印度。我中意辣嘅嘢哈。不过呢，没有心里面的很强烈的印象。后来一天，我读白话可书，十六岁，我准备学校的功课，有一个照片，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有一个文章是关于中国，这个是关于中国大陆。那么我看那个照片，我很清楚听神说，我的儿子，我会打发你去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我说不过不可去中国大陆，现在是进不去，那里有没有教会也没有人知道。神对我说话，我会打开中国传福音的门。这个是你差不多全部没有出生，1961年，那个是真的，没有人会想到去中国。如果万一我告诉人我会去中国，他们会说你有精神病，讲到我你气干啊气醒啊，是不是？你根本没有人。所以的以前中国新教士离开中国，当然有的来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啊、台湾别的地方，不过一个不留在中国。已经从1953年没有一个外国新教士，不过神说我会打开中国的门。所以后来呢，我就是去过越南打过仗，不过我没有杀人，因为已经是个基督徒。所以我有两个武器，一个是45口径的短枪，一个是个 M79， 你可能不懂的是个炮弹枪。那么不过一年当中我没有杀人，没有可能杀人，因为我一粒的子弹一个炮弹都没有带来，是空的。相反的，去哪儿有一本圣经，去传福音，为人祷告。神保守我，虽然大部分的我的部队的士兵大部分被打死了，其他都受伤，我都没有事。因为之前有个先知不认识我说，有一天你会去中国传福音，神会保守你，而且呢一根的头发不会损坏啊，真的一根头发没有损坏的。神保守我，而且他有说个预言，美国会打败仗。这个大先知，我在他教会5年，叫 David Shaw， 已经去世了。他预言美国总统肯尼迪会被暗杀，果然都发生。那个时候我读书63年，在神经学院，校长说很坏消息告诉各位，美国总统刚刚被人杀死了。我想啊，我已经知道一年之前，很多这些国际的预言应验的。不过他对我发预言，神会给你打开中国的门。后来果然1969年去香港，我切广东话，7个月都可以简单的讲广东话。那我的课本是圣经，我开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圣经，每天读圣经。一年之后全部圣经读过了，我有一个中文字典，不是中英中文字典，因为很快呢可以很容易查那个字。所以一年之后什么中文文字、报纸、小说都看得懂，因为圣经什么都有。我们真理复兴教会1969年差不多从第一个礼拜，我们说这个教会有一天在中国传福音，复兴教会是为了中国。果然1978年1月份，邓小平把中国改革开放，我是第一个宣教士去中国。感谢赞美主，这个很奇妙的。所以过去大部分在中国，我们香港有复兴教会，有3个分堂，巴黎也有，广州、深圳的地方都有。这是一个施工，是叫复兴国际施工。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有办公室，那么我们有很多圣经书籍、很多资料，所以后面你可以看我的书啊，可以去购买，或者可以有一个为中国祷告的地图，可以拿回来为我们祷告。我很希望你关心中国、中国教会、中国的弟兄姊妹。不过今天我讲的跟这个很有关系，我讲关于逼迫跟低堂有一点的不一样的。我的题目主要是给各位一个挑战，你要负起你的十字架。我要讲逼迫与复兴，低堂主要强调复兴，
圣灵的火来燃烧，圣灵充满恩赐能力等等。不过告诉你，有复兴一定有逼迫，不过有逼迫一定有复兴。为什么有逼迫？弟兄姊妹团结起来，多祷告，多寻求神，使教会合一不容易。很多合一的运动，很多大会啊，很多推行合一很不容易。不过一有逼迫，教会很容易合一的。一些每个教堂的习惯啊、仪式啊，有一些不是最核心的信仰的问题，当逼迫当中一点不重要的。我们要在一起面对那个魔鬼，那个逼迫我们的人。所以呢，教会面对逼迫有祷告，也有合一，然后呢有复兴，那么更多的复兴，更多的逼迫。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历史，几千年的。那么保罗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东西，比如说我这夸被枪毙的这个刑罚那个死刑的方法，我这用毒气，现在很多地方用毒气，用电椅等等啊，这个是处死人十字架。我夸这个，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教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少会说我夸十字架，我们有顶灵的十字架，装饰的十字架，圣经上片教会的门口有十字架。不过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逼迫、苦难，有人反对你呀。这个是基督徒要明白了，可能以后你会面对这个，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人你可能都听说，那个 Raymond Cole。那么 有四个人呢，有人是 Who abducted them? 谁把他们绑架了带走了？我们不知道，很多马来西亚的基督徒以为可能是政府，可能是穆斯林。不过已经最起码有四个人失了踪，因为传福音的缘故都有逼迫。这里有四个照片，四个面孔，不知道你认识他们呢？我认识他们的。王志峰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年轻人，民主派的一个领袖。张林中环他是幕后的一个主要的人。还有呢，那个国宾那个的国宾光，就是新鸿基的老板。你香港听过挪亚方舟有没有？香港有一个挪亚方舟，跟挪亚方舟圣经完全那个大水一样的，不过它不会浮在水上。不过呢，那个地方有酒店呢、会议室啊、礼堂啊，经常有聚会，每一天有成千的人从中国别的地方来学习圣经的，来传福音的。我的女婿、我的女儿就在马湾，那个挪亚方舟在马湾。这个是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非常爱的基督徒。因为要不然他不会做那个主题公演，就是挪亚方舟，还有很多其他的，也许世界当这个最有钱的人，还有阿豪，就是钟万林，是那个以前在印度尼西亚耶加达的首领啊。还有你可能应该知道新加坡康熙牧师，啊，这四个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第一，他们都是基督徒。第二，他们自称，对不起，第一他们都是中国人，第二他们自称是基督徒，第三他们现在在服刑，都抓监牢，然后呢，他们都声称他们的指控是假的，他们是无辜的。那么还有一个照片，一个外国人，他是一个捷克的宣教士。几年之前去个苏丹向穆斯林传福音，在苏丹不合法，现在他判刑20年抓监牢，就因为他去一个穆斯林的地方传福音。我们回去新约时代的圣经，有一个叫彼得，
本来我们应该没有彼得前后书，应该一脚彼得被杀死了，被枪毙，或者不是枪毙呢，被斩头。所以彼得呢，他被囚在监牢里边的。不过呢，你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这个改变了彼得的命运，改变了教会的历史。要不然我们没有圣经的彼得，最多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一早已经给斩头，跟没有可能写彼得前后书，没有办法带领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教会切切的祷告，是本来呢，他又被提出来，一个晚上之前，撒拉会帮他斩头，好像雅各一样的。那么彼得他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在监狱里边的，那么有一个使者，天使长在旁边，那么拍了他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起来！”那就是铁链从他手上脱落下来，然后呢，他去教会报告。不过，他们为他祷告，也不相信神会释放他啊。不过也不相信，他们都祷告，不相信的祷告比较没有行动的祷告都好，是不是？不相信祷告，神还是听祷告，因为他们可能想不到有那么大的神迹。你也都知道那个圣经的真理。希伯来书有一段的圣经很重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你看那些照片，好像耶稣坐监牢，耶稣对那些在审判台的前问你一句话，为什么我坐监牢你没有拜访我？他们说，耶稣，你什么时候坐监牢我没有拜访你？耶稣说，你既然没有坐在这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也没有坐在我的身上。你知道很多地方很多基督徒坐监牢，有没有去拜访他们？最起码为他们祷告，或者有没有抗议他们的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没有犯法，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不过魔鬼非常非常仇恨基督教的信仰，真的信仰，尤其是传福音的人，好像马来西亚传福音给别的人听，世人信耶稣受洗，一定会有逼迫了。有很多人提到，在苦难灾难来之前，教会被提，有没有听过这个教导？有一个敌基督，有一个收音，有一个666，有一个共同体的敌基督的势力，那么有很多灾难在启示录啊，有非常多的灾难。不过不怕，因为耶稣会帮你提到天堂，你不会受任何的苦难。我告诉你，你不要受骗的，这个是违背圣经的真理。耶稣很明明的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为什么很需要在耶稣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有灾难，不过他说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不是说叫你离开苦难，不过在苦难当中，耶稣给你平安，也与你同在。我年轻的时候是叫冷战的时期，那么你看那些国家根本不能够去传福音，可以，不过很危险的。东欧所有的国家，捷克、南斯拉夫、波兰啊、东德等等啊，还有呢整个苏联啊，中国非常的关闭，越南这北野，当然跟一样的朝鲜半岛的北韩，很多地方不可去。埃塞俄比亚又打逼迫，有共产党，你不可以去。因为那是一个共产党的时代，以前我们都要找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了，在外地好感情刺激的好玩。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走私圣经。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们走私圣经。以前我们
经常我16岁去莫斯科去传福音的，很多逼迫。我去那个教会，玻璃窗没有，破烂的，因为天主教会打烂那个玻璃窗，而且会打死基督徒。以前莫斯科非常的厉害，很多信徒都死了，所以我们会走私圣经书籍。这个很近，加利福尼亚州。不过很多比较有钱的我的同工会去，东德、波兰、俄罗斯走私圣经。以前他们走私是这种很小的圣经，非常的小了。这个不是全部是约翰福音，不是俄语的，俄语的。你有听过那个敞开的门 Open Doors？ Brother Andrew 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跟他同工，他的以前的同工那个 Daniel Wu 刚刚这几天在马来西亚，现在他又负责我们的复活的施工。以前我们做那个工作，不过呢，如果他发现你肯定会抓监牢，你是外国人可能抓很多人监牢。不过现在我们还有人走私圣经，现在这个是韩语去北韩的，那个是全部新约全书。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叫 John Short， 是一个澳大利亚人，3年之前因为走私这本的圣经给北韩的警察发现逮捕，本来他应该会抓监牢15年，不是抓监牢，抓监牢很简单的，劳改很辛苦，15年到20年。不很奇妙，我们为他祷告。3个月之后放出来了，因为澳大利亚政府跟北韩政府比较好的关系，如果他是美国人可能很麻烦的。后来他说啊，这个很好，3个月而已，我又再回去要走私圣经，我要传福音，因为韩国人一定要听到福音。现在很多基督徒，香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都去北韩走私圣经，还没有停止，也有很多被逮捕，也有人被枪毙。现在有了，这个是以前我那个时代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那么不过后来呢，世界改变了，91年苏联解体，中欧的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变成民主的国家。现在呢世界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叫一个敞开的门，那个敞开的门是给一个教会，都是那个教会的名字，菲洛铁菲教会的。这两个教会在启示录没有一点的责备，这个教会就是施美拿还有菲洛铁菲。因为那个教会他们很爱主耶稣，他们遵守神的话，他们是个敬拜赞美的教会。为什么呢？大卫的钥匙是什么？敬拜赞美，他们合神的心意。不过呢，敬拜赞美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这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宣教的教会。耶稣说，我给那个敞开的门，没人可以关闭的。因为你虽面对很多迫害，很多逼迫，你也有一点的力量，不过你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给一个敞开的门。不过那敞开的门不是说很顺利，做那个工作不是很顺利。我传福音已经56年，抓牢一共5次，不过不算的很多，最长是1-2个礼拜。中国我们的同工大部分抓了20-30年的，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些资料、一些影片的，所以算不了什么的。教会有一个敞开的门，不过肯定有人反对，除非你不关心他们不去，有的他们下地狱，要不然你要去，你要传福音，你一定会面对逼迫。保罗他那个时候他写信给一个同工，你要留在我，对不起，一个同工他说我要留在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他牧养的地方。觉得无圣洁，因为有宽大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你看保罗的生平，抓奸牢，逼迫的厉害，变到了好几次，你看他的苦难很多。今天他没有资格做一个传道人，应该没有，他是一个囚犯，他是一个很多是麻烦的人，很多说
你是好像一个瘟疫，一个传染疾病的，你是麻烦的人。打过了好几次，后来你知道他我也是殉道被斩头，不过他还是传福音，他是一个敞开的门。这个地图呢，这看不清楚吗？有三种的手逼迫的地方，那个灰色的是根本没有逼迫的地方。不过呢，有看有一个就是这个深的这个长色啊，或者那个竹子是一个浅的，是有一点点的逼迫，这些都不是一点，是叫那个比较很高的逼迫。那包括我们中国啦，一些非洲的国家，墨西哥都听到，墨西哥还是有很多逼迫。那么比较深颜色的，这个是非常高的逼迫，非常高的逼迫，包括印度，现在印度逼迫很厉害的。不过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逼迫，几个国家，比如说阿富汗啊，一些穆斯林的国家。我刚刚都提到逼迫，耶稣他有一个预言，我们很喜欢来念，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我都经常有那个经文鼓励人去传福音。关于末世论，我自己认为我们可以是耶稣更快回来了，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有福音传到天下，耶稣再来了，神不一定有一个日期耶稣要再来，等到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我们所有的隐喻的这个族群，他们听到福音耶稣再来，哇，我们很同意这个。不过前面我不要断章取义，前面耶稣说那个时候就是福音被传开，那么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当中，你要被杀害，他们会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现在大部分的国家，西方国家，基督徒很受欢迎，基督徒很被尊重，基督教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很好的宗教。不过耶稣说你们有被万民恨恶，很多人会跌倒，很多人要彼此陷害。我的大革命，中国基督徒面对很多的逼迫，有不少的否认的耶稣，为了保存他们的生命，不有更多的没有否认耶稣，因此他们为耶稣殉道，彼此恨恶。有很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很多人，不法的事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变成冷淡的。不过唯有忍耐，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必然得救。各位弟兄姊妹，可能以后你会面对苦难逼迫，可能你会面对可能被杀死了一个机会，要忍耐到底，因为最终你会得胜的，最终你会得了一个冠冕，最终福音会被传开的。逼迫可能是压迫、歧视、口头或者身体的虐待、惩罚或者折磨。正如耶稣所说，有些基督徒因信仰而被杀死了。有一个英国的很大的就叫《每日和星期二快报》，有一个新闻，那个新闻说呢，就是全世界基督徒是世界最受逼迫的宗教团体，不是穆斯林，不是谁，是基督徒啊。刚刚2016年的时候，超过9万的基督徒被杀死了为耶稣殉道。每一个月，现在每个月有322个基督徒为耶稣殉道。你看苏丹有人抗议，就是说在苏丹穆斯林杀死了350万的基督徒，每一个月都有那么多，每一个月有214个教堂基督教的财产被摧毁。在印度有一个地方叫 Orissa State， 俄罗斯邦，几年之前超过1000的教堂被拆毁掉了，那么有几十，应该100多的基督徒被杀死了。我知道，我经常去印度，每年去好几次。我第一个
谁喜欢的地方是中国，第二是印度。后来呢，我们不接受这个，我们香港的牧师基督徒去印度领事馆抗议示威，叫新闻官，我们抗议你为什么不保守基督徒啊？那领事馆说，宝先生对不起，那个 Orissa State 就是 BJP 的政府， BJP 是那个印度极端的政党，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整个印度是 BJP， 现在印度你不可公开传教，外国人申请签证知道你是信教士，大概不给你去。你现在没有可能，以前我们在印度有露天聚会，不可能的。我们甚至去教堂聚会很不容易，每一个月有印度基督徒被杀死了，是被那个印度教徒，因为目的是一个极端的印度教，那个 BJP 本来是游击队，是一个恐怖分子，以前他不可去美国的，美国不给目的去，因为他是恐怖分子，杀死很多很多的不是单单基督徒穆斯林，他也很仇恨穆斯林，很仇基督徒。他说我要是整个印度变成印度教，拜很多偶像的，哇，印度现在很麻烦的。那么每个月有720种的形式的暴力是针对基督徒，殴打、那个绑架、抢劫、逮捕、强迫婚姻，每个月。我们刚刚提到，菲拉铁菲教会，一个是史密拿教会，像我的复兴教会有一个团契是叫史密拿团契，这个团契是单单为了中国。我们为中国祷告奉献打发宣教士，因为中国是施美娘教会的。那个施美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基督徒有不少，不过呢他们面对很多患难，也是穷的，他们没有成功神学的思想，他们真的穷的，很多是乞丐的，是穷的，非常的穷的。不过神说你是很富有的，相反我们很多西方的国家表面上是很富有了，哇，很漂亮的礼拜堂，牧师开最流行的汽车，穿最好的衣服啊，很多有那个名牌手表，那么证明他们的身份，很有钱的。不过那耶稣说，我可能以为耶稣说，你们是穷的、可怜的，因为你这个是一个外表的富足。那么甚至哪个地方有撒旦教会在里边的，很可怕，撒旦迷惑的人。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要放在监牢里面，要受试验的，要受试验，而且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趁你拿生命的冠冕。以前有一个先知为我祷告，他不知道我是谁，他说这个年轻人会去中国传福音，而且他曾经向主祷告，主啊，我却愿你为你而死。他想说听你的祷告，不过他的预言没有说我一定为耶稣而死了，他说愿你，我感谢主，真的，因为我想去中国可能会死了，所以我选的地方肯定不会死，这里很安全的，我什么地方死在中国，以前我们去埃及，那么我们爬西奈山，很多人去那个，我们每年都去中东的，那么刚好那个地震，那么我跟我太太找那个酒店，我们刚刚是凌晨4:30，那么有地震，那个场列开啊，那么当得很要厉害，我对那个太太快快跑了，因为有地震，我太太说我还没有穿好衣服，我说你穿好衣服呢死掉了有什么意思的，后来我跑了，我都留给他，后来酒店没有他说来，不过那天我们有一个项目去西奈山，你去西奈去过没有啊？那么你要坐骆驼差不多一半，其他要走了，不一定是真的西奈山，这个是埃及的西奈山，因为圣经都明明说西奈山在哪里，亚拉伯，对不对，应该去亚拉伯。不过后来那个负责骆驼的这个人他说，哎呀，我们不可以去，因为很危险，有不是那有地震有余震，很多石子要滚下来呀、啊。后来我说我给你多一点的钱给他们去、可以，你不怕呢？我不怕，因为呢我死会死在中国，不会死在埃及的，是不是、啊、后来我们的教会去了很好，后来都没有事，感谢主，我会死在中国，不会死在埃及、
师父跟你跟我去中国的，你很危险，跟我在这个地方一点不危险的。他说要知识中心，你知道几个教会在土耳其小亚细亚，所有的教会不存在，所有的城市也不存在，都是废墟，除了史梅纳城市在伊斯马尔伊斯马尔地方还存在，教会还存在，几千年就那个教会从耶稣的时候存在，因为他们忠心的，他们忠心的，感谢主。有一个叫圣保禄家，他是开始第一个最有比较有名的殉道的人，在1555年已经86岁，他是那个教会的主教，他们给一个机会，保禄家主教，你年老人家，我们不甘心杀死你，只有你简单的否定耶稣，说凯撒皇帝是主，我们可以放过你。他怎么说？我已经跟随他86年，他从来没对不起我，我现在怎么样可以不要他？我已经准备要快快做了，快快做了。他们有很多的火柴啊，很多的燃烧的东西放火，不过那个火没有烧死了他，不断的燃烧没有烧死了他。后来一个人同情他，他拿了一把刀刺死了他。他是在史梅纳教会的。你如果愿意做一个宣教士，为了主要去万国的话，你要准备为主受苦。保罗他在腓立比的监牢，他有写一句话很重要的，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单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个是主的恩典。以前中国农村有最流行一首歌，为主殉道，为主殉道。以前我在跟他们一起聚会，就不是唱这首歌，这首歌呢会形容圣经时代的很多人为耶稣殉道，还有历史记载很多人殉道。他们唱副歌，主啊，我愿你荣耀的为你殉道，主啊，我愿你殉道。刚刚我们在一个聚会，有一个同工会，等一下我给你们看那个时代一些影片。有一个人敲门，有一个院子，很多人，有几百个人。我们本来看很多神迹奇事，一病赶鬼啊，瞎眼的看得见啊，很大的复兴。一个人敲门，打开了门，就是啊，王传道。很多年没看过你，你去哪儿？那个时候公安逮捕你，不告诉家庭，这个很可怕，没有人知道。他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Raymond Cole 失踪了，不知道。不过呢，几年之后看过他，他说我在监牢里边这2-3年的是怎么样，折磨很厉害，把我衣服脱掉，冬天的时候零下10-20度，我捆绑在一棵树，那么我差不多冷死了。后来呢，去那个厕所，男厕所，把我捆起来，那个囚犯在我的身体上大小便，好几天的，把那个很大的针头插入我的甲子里边的，好痛啊。那么他不断的讲那个苦难，很多人我快哭了，我以为他们是觉得很难过，哎呀，苦难太厉害。后来我听后边那个姊妹说，主啊，你为什么恩待你的仆人，为什么恩待那个王传道，给他可以为你受苦难的。主要是我很多年都祷告，我愿你背起十字架，没有人逼迫我，我没有机会受苦难，不过你主，你为什么很偏心，你祝福他也不祝福我。他们真的很羡慕他，让人啊、我们一同唱为主殉道，为主殉道，我很愿意，很想有人要为主殉道。我讲我真系痴线啊，有冇搞错？你觉得系死系一件好事？他觉得是一件的好事，因为呢，他更加亲近神。王明道坐监牢28年，没有同工，没有妻子，就是单独一间房子，没有圣经。因为他不愿意加入当时三支爱国教会，后来放出来，我们去拜访他。王牧师应该好苦啊，不苦啊？
我刚刚与耶稣度过28年的蜜月 ，28-year honeymoon with Jesus， 感谢主啊！你听过 Wurmbrand、Richard Wurmbrand 的欧洲一样的很多这些人，而且保罗他说：“我因为你们知道我所教育的事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余营群军和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明显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很多人看他受逼迫，更勇敢的去传福音，更勇敢的就是爱主耶稣的。他说有好处。哪些基督徒会受逼迫呢？要问一下。第一，被圣灵充满，而且勇敢的传道。我刚刚第一堂都讲关于说方言，我都每天说方言好几个钟头。不过，虽然我很相信说方言，我觉得圣灵充满的真的品质不是说方言，是有勇敢的心去传福音的。如果你只是说方言不传福音，我怀疑你的圣灵充满是真的圣灵充满的。你看《使徒行传》，他们被警告恐吓，他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你检查。”他们没有说：“主啊，你审判那些人，希望找到律师，他们侵犯我们的人权，此有此理。”没有这些话。他说：“主啊，你叫你的仆人大方胆量讲你的道，因为讲道他们才有麻烦，因为讲道他们才要被逮捕，要被人打，被人恐吓。为什么呢？他们会这样子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有胆量。我们需要胆量，不怕。我开始传福音，在美国街头上，每个礼拜好几天街头上，我们去敲门呢。现在没有人敢做，因为耶和真真会盲目就敲门。每天敲门的，我们去一些地方本来不给我去，我去那个酒吧也总会，因为我没有到18岁，那站在一个桌子上面，告诉他们你不悔改，你会下地狱。啊，有的人会悔改，更多人不喜欢，所以我被人打过了啊。那么有一次被逮捕了，要上法庭，因为说违法的传福音，在美国，不是在中国，中国更多了。我们基本那个时候都会受逼迫。我们的传福音在街头上，我们到夜总会，甚至那些色情场所，不是找到女孩啊，我们在里边去给他们传福音的，叫他们悔改啊。这样子呢，我们觉得是应该，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找到他们，他们听不到福音，他们会灭亡。我有罪，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有祸了，我不传福音，你有下地狱，我有灾难的，一定要传福音的。感谢主，他们说在许多时主给胆量，还有伸出你的手医治疾病，是神迹奇事，因耶稣的名行出来的。第二种的手逼迫。那些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啊，那你看那个时代，一般的人有很多罪恶，外邦的人的心里有邪荡，有恶欲，有醉酒，有那个谎言，有群淫等等拜偶像的事。不过呢，你跟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些事，见你们不与他们同伴那放荡无度的路，以为奇怪。我会帮你们，你可能都会面对那个事情，因为你的生命是个很清楚的见证，是我是耶稣的生命，我是一个敬畏，你是一个犯罪的人，你做的事不对，他们会诽谤你。第三，警告别的人，审判会来到。一个叫腓力斯喇嘛官，他是一个懂得圣经，因为他的妻子杜勒斯是个犹太人。腓力斯要审判，不是审判他们，要质问保罗，因为保罗上属凯撒皇帝，所以呢，他跟他见面听他讲话。保罗他不是为自己辩护，我说我无辜啊，我不应该在这里啊，我你不应该逮捕我。他就是对他传福音，因为他需要听到福音。保罗他讲论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他听了。你快快离开，我以后有方便再看到你。你知道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你有多少时间听牧师讲审判，讲地狱，讲公义，讲圣洁？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恩典福音
从新加坡来的，昨天一个弟兄非常大的破坏。不过现在新加坡的教会的那个教导已经被中国大陆政府三支位都说明是异端，你不要听，你不要信，是说你不需要悔改。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会来了，不过条件你要悔改，而且呢，你悔改之后会被称为义，而且你要真的遵守神的话语，遵守圣经的话语。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个。讲一点的中文，等一下我放一个影片。中国是一块磁石，吸引了宣教士到它的海岸，非常多。你认识这些人吗？戴德生、内地会，他说我有1000英镑，每一块英镑是为了中国。后来他说不是为了中国，是为基督，因为我是属于基督，我奉献自己给中国，给别的人都没有问题。习生魔是一个吸毒的人，1907年，后来信耶稣被圣灵充满，他的工作是只要是帮助吸毒的人可以得释放，有神迹奇事，一并赶鬼。那个 Lutti Moon 他是山东金星会的宣教士，经历很多教会，传福音给很多人听，有孤儿院等等。后来呢，有饥荒来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吃，不，他是宣教士，美国可以寄钱给东西给他吃。他说所有的钱捐给穷人，所有的食物给穷人，给需要的人。后来他饿死了，他非常的爱中国人，他没有东西吃，给穷人。所以现在进行为一个叫 Lotte Moon Mission Fund， 你可以上网啊。现在进行为的捐钱是为了这个姊妹纪念他宋尚杰受了很多苦难。他传道很短的时间，他是福建莆田人，只传道15年。他曾经在美国读书，他已经被圣灵充满。后来呢，他写我的愿望可以带领10万的人信耶稣。他不只是10万的人，可能超过10万的人，建立很多教会，是伟力公会，被圣灵充满，一并赶鬼，说方言，神迹奇事，真的，我们都知道他的姐姐或者妹妹，不知道，写了一本书关于我弟弟的见证，是圣灵充满的人，来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你记得是谁啊？是巴尔，他在那里开布道会，在30年代，从此印度尼西亚有灵恩复兴的，去过福建、台湾，去过很多地方。受了很多苦难。那么李提摩太是一个宣教士，他影响很多政府的领袖，那个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你听过没有？有没有这里都中国历史啊？李鸿章知道啊，梁启超都知道啊，应该最起码孙中山都知道，他影响他们的。这个叫什么革命？辛亥革命。1911年，中国可以有个辛亥革命，有一个基督教的自由的，有一个新的中国。多少跟李提摩太有关系，他影响到他们的千万的人奉献生命。第一个宣教士是谁？马立逊。什么时候去中国？1806年。那么他传道7年才的一个人信耶稣，是谁？柴高。1814年7月15号在广东受洗。第一个牧师是谁？梁发牧师。1825年成立牧师。后来他们在马六甲马来西亚翻译圣经，是用14年的翻译圣经。你去基督堂马六甲看那个很清楚的，在这里是文言文的圣经，第一次中国人有基督教的圣经。那个时候呢，柴高是第一个基督教徒，200多年之前，现在超过1亿的。为什么呢？很多人奉献生命。内地会有一共有266个宣教士被斩头，内地会是最多的，一家庭一家庭。在那个庚子教案，
2000年的时候，有45000的基督徒被斩头，45000的，266个殉道士被斩头，这个是内地会而已的小部分。成千上万的西天的那个使者在误解的是困苦牺牲中前仆后继来了，死了。他们为什么是大傻瓜？不是很聪明的人。成千上万的英国美国人来中国，他们知道会死了。以前马来逊的时候，你去中国你会带棺材回去，因为他们坐船从英国美国来很长的时间，棺材很方便，可以放你的很多东西啊，衣服在里边。后来你死的时候很容易被埋葬的，因为他们说我去一次，你不信我，你去澳门那个就是坟场，你会看见大部分的坟墓是基督徒。这个是宣教士被虐待在中国了，外国人啊，这个是基督徒，他们会被斩头的。这些是一些的基督徒的牧师统统都殉道了。这个是我一些同工，我跟几个人都做个见到，庄文亮啊，丁黑啊，施永泽，卢小敏，是江南世贤，还有天上人刘振云弟兄，我知道哈。那么他们都是今天神大使用的人，有几个已经殉道了，统统做个见到。感谢主，你知道多少人因为传福音在中国被杀死了？从635年，第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是奥勒本，那个时候皇帝是李世民，你应该知道，叫什么朝代？唐朝代，有一个开放的政策叫贞光之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50000的宣教士传的人在中国死了。不过呢 ，Tertullian 杜鲁坦，他是在15年，他说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根基。为什么耶稣这样子了？来了，死了。1949年，无神论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殉道者被赶出境的。毛泽东开始有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时候呢，红卫兵到处去，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也遭殃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说的圣经给销毁了，只有一本书《毛语录》。第一次我去香港，因为有个先知说 You will go to Red China。 为什么叫 Red China？ 是不是他们皮肤是红色的？不是。为什么 Red China？ 后来我去香港，有暴乱在香港，有文革在中国，我听很多左派的人在街头拿这本书唱什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上太阳，找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嘿呀，哪里人民得解放。啊，所以我听那首歌啊，东方红，我知道 Red China。 那个时候这本书每个人一定要有了，你不可以有圣经，如果你有圣经麻烦的。现在你找不到，除非在印的给游客的。很多人说包老师，我给你几十万块钱，你这个卖给我，找不到。全中国那个时候的，因为那个有梁晓琪的照片，梁晓琪都麻烦的，是不是？这个是最早的啊，所以我告诉你，我不给你啊，感谢主啊。那个时候基督徒手逼迫了，这个是基督徒有一个红卫兵，就是破坏基督教的东西。我去中国1978年，我发现中国人没有圣经，只有手抄本圣经。这是一个弟兄抄全部新约签书，后来被枪毙。1970年，我没有时间讲那个见证的。他们大部分没有那么大的福气，可以有全部的新约，所以他们只会抽当中一卷书。这个是。因为破破烂的台大年，这个是《使徒行传》，还有一个是《使徒行传》，是这本呢。那个时候，一个信耶稣的干部，共产党的负责人，买不到纸张，他用共产党的纸张在后边，他抄了《使徒行传》。
还有呢，他们有一本的书，有图画，有故事。这本书是这位一本超过110年的历史，所以这本书叫《耶稣的教训与生平》。后来呢，我们再帮了这本书，应该后边你可以去，很多马来西亚很喜欢看。耶稣不是一个外国的耶稣，是一个中国的耶稣啊，很好。不过中国呢，后来那个日子过了，中国开放的，可以放那个第二个影片，河南的影片，然后呢，我们都要为你们祷告。这个是那些人经过逼迫啊，就是在我们的大革命，很多人之前都受了很大的苦难。有的已经死去了，有的还在的。不过这个是应该第三节河南的，那么你可以看，这个是我以前80年代在中国的服事当中啊，你可以看，有一些也是最近的。好啊，你可以声音放大一点，因为前面是比较声音不是很高。这个是1990年。中国教会的复兴仍然笑，这个是同工会。啊，这个是我。这个是最后呢，这个嘿 ，Hallelujah， 可以唱这首歌，我唱一句，你跟我唱好吗？这个是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到现在他会唱，我们那个时候叫每个人有唱圣经的歌，还有跳舞敬拜神，这个都是河南的同工，基本没有一个没有做过监牢，全部都做过监牢。被圣灵充满祷告。这个整个农村信耶稣，现在唱的是150篇。后来从那个农村去了很多传道人，这个孩子已经被圣灵充满祷告，现在他们还是传福音的。当然，这个几十年之前已经长大了。你看是个大的神迹，这个是河南的同工，这个是凤城县南阳地区。现在南阳地区我们的人口有15%是信耶稣，整个河南有1500万的基督徒，比共产党还多了。整个中国有可能1亿的基督徒，比共产党还多。你看没有地毯，跪在地上祷告。我看过成千上万的人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几年之前，也同样的像方城，我们一个布道会，邀请很多人来了，有4000人，后边站着的是没有信主的人，因为这个是布道会，前面是基督徒，我们传灾神没有难成的事。现在这个是我们最近的动作了，还是有了河南。我们说河南是中国的加利利，又一次在加利建设他的门徒。我们穷受逼迫，非常的厉害。这里是一个同工会1000人，中国这些河南的人非常多的为耶稣殉道。到现在有人在监牢里边的，因为中国不是很自由的地方。不过福音被传开。信主的人多了。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聚会当中满有你圣灵的同在，借你圣灵的运行，借你云柱火柱的引导，借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讲的题目是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复兴。你知道教会有复兴，信徒你知道复兴是非常的重要，复兴是圣灵工作，是你祷告，你愿意去传耶稣的话语才有复兴。复兴不是心慌而已的，不是分析，是福音被传开。福音不是
是抓生意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打罗在罗马是敌人。我们看过成千上万的人被生意充满，这个团队第一次接触1980年，他们的人数所有的中国20000的，最近统计他们的团队有500000的。当了那个团队，方程的团队，小敏姊妹是那个，天上人是那个。好，最后我们唱一首歌，关于圣灵，求赐下灵火，圣灵要充满我们的。基本中国教会有圣灵充满才有复兴。以前真的我看过20年，从20000到500000的，为什么呢？是他们领受圣灵，不是当然我去了，很多人都去过了，不感谢主，就使用我们，因为我们给他们圣经，以前一本圣经都没有。我去中国第一次，一本圣经你找不到，就是那个手抄本。我们已经送到中国超过1200万圣经，不过还有很多中国基督徒没有圣经。每个礼拜有人打电话给我哭，我没有圣经，我没有圣经，爸老师有什么方法给我圣经？不容易，因为最近中国很紧张。2月1号有一个新的宗教政策要出现的，中国凡是家庭教会不合法，一定要登记，不登记你不能够聚会，超过5个10个人你是非法，可能会抓进了，也不知道这个2月1号很快会知道。所以很多人巴老师怎么样，有登记还是不登记？很多人说不登记他们会管我们的，没有自由，不过不登记你不可以聚会，他们说明的。因为习近平非常非常的强硬，他可能都决定要出灭基督教，不过你不出灭耶稣的教会，耶稣的教会被建立在磐石上边。所以很多人说巴老师，可能我面对一个新的大的复兴，逼迫再来了，我们受逼迫，我们更多人祷告，我们不会听他们的话，我们肯定会去传福音的，因为我们不能不传福音的。有没有这个活在你的里边呢？无论如何都要传福音，无论如何都要智慧，不可停止住，因为有活在你里边，你不可以做一个普通的不冷不热的人，不可以做一个沉睡的教会，一定有一个名副其实有圣灵的浇灌，复兴的火燃烧。所以这首歌是叫我们求圣灵的火来燃烧，助我赐下烈火。助我赐下烈火，来焚烧我们灵魂，请你圣洁的高度诉说真实，赐我赐下灵魂来。希望快一点，不是快是好，慢是不好，不过耶稣很快再来啊，很多公司要做了，我们有扎实我们的工作，我们有加倍我们的传福音的那个时分，
那个使命的，我们有扩大我们的意向，有很多灵魂，每天差不多150,000的人会死掉了，大部分不认识耶稣，我们要救灵魂，耶稣不愿意一个人灭亡，愿意人人得救，所以印度、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面对一个新的逼迫浪潮，不怕不怕，这个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以前我们年轻都这样子的，我们走是圣经，不怕。我们去的地方，很多人被逮捕，很多人也放在监牢，有不少的为耶稣殉道，不怕。你只死了一次，为耶稣死了就是有赏赐。感谢主，很值得的。我愿意为耶稣死，如果是神的旨意。不过很多人神会保守你，所以你要去传福音，要听也好，不要听也好，我们快快去传福音，就圣灵的烈火燃烧我们，啊，来焚烧我们灵魂，建立圣洁的光路，诉说真理，赐我赐下。之后门徒在一个房子里边，突然耶稣来站在当中，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然后呢，圣经说耶稣对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现在样的，父差遣我到世上来，我要差遣你们去传福音，现在是受割的时候，你说我这么做得到没有问题，耶稣现在的灵气吹在你的身上，你要领受，要接受圣灵，一同我们领受圣灵。双手从后面到前面，左边到右边，2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渴望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火的燃烧我们。
不要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从我们的学校开始，从我们的社区开始，从我们的职场开始，求主差遣我们，让我们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我们当中将会有宣教士被兴起来，在我们当中将会有布道家兴起来。去，去，这是主给你的印证。It's a confirmation from the heavens. 举起双手，一分钟方言祷告。燃烧我们的心，燃烧我们的心，燃烧我们的心。那为主受逼迫的，你们是有福的。举起双手。年轻人为政的学校来祷告，为政的职场宣教来祷告，为这神所差我们去的地方来祷告。中国，前面一起来唱最后一次，凶我们，放弃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没有违背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不要违背从天上而来的意象，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再给包牧师给他一个谢谢的感掌声。 Thank you so much Pastor， 我相信圣灵的火已经在我们当中，每一个的小组，每一个的服事，神所感动我们的，把这个感动带回去。愿神赐福大家，下个礼拜见。 Amen， Hallelujah。